款我也喜欢。这是我的战斗服装，这款我也喜欢。这个颜色也不错。这个颜色也不错。这个颜色也不错。身上最好不要沾到血。这个颜色也不错。适合我吗？这个颜色也不错。身上最好不要沾到血。适合我吗？这是我的战斗服装，这款我也喜欢，这款我也喜欢。这是我的战斗服装，这款我也喜欢，这款我也喜欢。这是我的战斗服装，这款我也喜欢。感觉不好对付呢，打安全牌吧，打安全牌吧。感觉不好对付呢，全排吧，感觉不好对付呢，我上了。我是彩，正利用父亲传承的剑术扫荡日本满坑满谷的尸灵。尸灵是指由尸体状态复生的人类，现在他们在世界横行，吞食生者的血肉，持续对生者造成威胁。但我不在乎世界怎么样。我在寻找两年前继母遭人杀害后
便失去夏洛的父亲与同父异母妹妹笑。此时一名自称利的情报贩子主动找上我，只要答应他提出的条件，讨伐失灵，他就会提供家人的线索给我。我接受他的提议，开始讨伐失灵也有一段时间了。然而尚未掌握有力的线索。就在我对讨伐失灵的生活感到疲乏，已经半放弃的时候，突然收到校传来的简讯。菜，你愿意为妈妈去死吗？笑。可以不要碍事吗？看我一口气收拾掉你们！暂时解决掉了。我是情报贩子利。哎，彩，你好像已经抵达墓地了。你妹妹那封简讯后来怎么样了？和你说的一样，我找到了继母的墓地。可是，继母的遗体被挖出来了。哎，被挖出来是怎么回事？天晓得，搞不好是校长让他复活。哇，太奇妙了吧？会吗？
先别管这个，有情报吗？啊，对了对了，我弄到募集情报了哦，应该就是彩拼命在找的妹妹。墓地那附近有一栋几年前封锁的医院，有人看到里头有一个穿制服的女孩。知道了，我马上去。不愧是彩，准备得很充足呢。吵死了，让我来。要前往的封锁医院在这个方向。知道了，砍成两半。好，干掉你，让我来。被包围了，好像有结界呢。打倒周遭的敌人，应该就能解开结界了。反而方便我一口气解决。出现了，彩的从容宣言。我擅自看了彩手机里妹妹传来的简讯，是力擅长的远端遥控啊。所以呢？哎呀，愿意为妈妈去死吗？就传这么惊悚的内容。哎哎，彩的妹妹恨你吗？不确定，我们对彼此算是半个万人了。半个？我和笑是不同母亲生的，生了好像生下我就过世了。是哦，你们家的关系相当复杂呢。对啊，我也有姐妹，虽说彼此的关系怎么样也断不了，不觉得这关系很麻烦吗？这我或许有同感。对吧，老实说啊，我觉得还不如没有姐妹呢。不过我觉得只要跟着笑，就能找到失踪的父亲。好，这是爸爸传授的力量。
体积相当庞大的变态，敢妨碍我，砍了！在路上引起骚动的壮汉失灵，其动作相当大，因此有许多破绽，不过还是需要小心强大的攻击威力，这对彩来说小意思吧。多谢你提供没什么用的情报，看我华丽的收拾。鲜血时会沸腾吧？只要沸腾到极限，极限就会失控。失灵还像怪物呢，真是让人好奇的一组。解决掉了，丽，辛苦了。对了对了，我刚在彩的手机里安装了商店 APP， 你可以随时利用它购买道具哦，还是得付钱就是了。好啦好啦，谢谢你，丽。不客气。
好像抵达目的地了。女神像？彩有信仰吗？不算有。安静到很不舒服呢。吵死了，退下，交给我吧。好了好了，交给我吧。退下，看我干掉你。退下，吵死了，交给我吧。嘿，这部电梯停在三楼，是不是故障了？马上就出现了呢！嘿呵，嘿呀，嘿呵，嘿呀，嘿呵，嘿呀，呀，嘿呵，嘿呀，呵，嘿，呵，嘿。Hey!
这里吗？没锁。想搭里面的电梯，不过感觉要搭没那么容易。这湿淋好奇怪，黏黏的，不对，湿湿滑滑的。湿湿滑滑的啊，是名为狂暴者的湿淋啊，无法用一般攻击杀死的麻烦家伙。总之加油，拜啦。滚开！在那里，接招！哈，嘿，哈，接招！哈，嘿，接招！嘿，在那里，哈，接招！哈，上去吧！是，嘿，哈，嘿，杀！哈，哈，是，嘿，哈，接招！嘿，
是，接着。衔尾蛇的组织经营的医院，听说那个组织在里面进行不人道的医疗研究，后来因为实验事故而废弃了整间医院。哦，所以才会有这么多尸灵啊。似乎已经过了一段时间，发生什么事都不奇怪吧。
这些家伙不怎么好吃。你该不会是彩？真幸运，来得正好，我收到指示要杀了你，看我迅速干掉你，回去吓大姐一跳。上吧，完全不一样。不是小真的吗？是树影吗？不过会说话。六，他是这间医院的实验失败品吗？我不清楚是什么事故造成医院封锁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他口中的大姐很让人在意吧？你自言自语什么？真是脑子不正常哎！Hey!
么？大姐！啊，结束了。他逃掉了。好像去找一个他称为大姐的人。是啊，看来是个能一口气解决掉的好机会。上了。彩，你刚才该不会是故意放走他的吧？为什么？毕竟你至今都会彻底杀掉敌人，很少有敌人能从你手里逃走呢。该不会是把他和妹妹重叠了吧？哪可能，别拿他和笑比。真安静。交给我吧，交给我吧。
虽然想去楼上，但电梯一动也不动。嗯，建筑物结构遭到破坏的话，有没有哪边的瓦砾看起来能让你向上爬？知道了，我找找看。好像能从这里去三楼。
斩杀！斩杀！不太一样，希望这次真的是你妹妹。你来了，才。我妹妹刚才似乎受你关照了。姐姐的职责是保护妹妹，我要在这算清那笔账。大姐，那家伙才，他就是才。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了。把那家伙的心脏带回去，就会得到伊娃大人的赞许。知道了，你安静点。所以，你的心脏，我就收下了。收下呢？小，哎呀呀，这次也不是吗？我想也是了。别说不懂。你有任何情报吗？现在只知道名字，我查查看。挺难缠的，既然动手了，我就不会手下留情。你在自言自语什么？还不刷才是这样。你去躲躲看。自言自语不还行？伊娃大人吃了这种人的心脏，会不会疯掉了？拜托，你别再说话了。嗯，勇敢的躲躲看。
Yeah, good.
我只为你单方面压制。你也是最幸福，说太多了，我也没有放弃。再次像以前那样安心，一起收拾心愿。还想说什么吗？将伊娃大人赐给我的这条命用在妹妹身上，也算得偿所愿。用在妹妹身上，辛苦了，彩。我会去回收尸体，放着就可以了。丽，你要埋葬他吗？埋葬？类似吧。这样啊，谢谢你
你为了踩着不算什么。用在妹妹身上啊！刚才那个女孩好像被扔出去了。总之，先往她落下的方向走吧。知道了。
来先打倒那家伙吧。嘿呀我才没有，也对，那就好。怎么样？目标呢？好像到地下室了。哎，彩真的太不会用机械了。我应该有暗队。女尸？尸体？不是护理师？不，他们穿着黑衣，还有白发。伟丽，没什么好笑的吧？应该是出了什么意外吧，超级想看那幅光景。丽莲女尸都有兴趣？超有兴趣。好变态。这斩击痕迹，不，怎么可能？前面好像有人。嘿那是爸爸。纯，爸爸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纯，你去哪了？对了，那个不祥的女人把我太太杀了。继母？不对，是你吧？是你对吧？是你杀了我太太。这下我终于能替纯报仇。到底在说什么？竟然残忍地杀害他。不可能。原谅！杀了你，杀了你，杀了你！爸爸，你还是依我。接着，如何？依我，杀你狠毒的女人！绝不原谅！绝不原谅你这个杀害纯的凶手！我会追到世界的尽头！你逼我，我杀了继母。
是彩吗？啊，可恶，怎么会这样？爸爸，这段时间你到底去了哪？真的很抱歉。爸，别过来。季羡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失控。彩，
虽然自私，但希望你能听我说，我一直在追杀害春的凶手，并且终于找到了。杀害春的是同为祭血族名叫伊娃的女人，那个女人用春的心脏得到力量，借此操控笑。操控笑？笑好像想用祭血族的心脏进行仪式，使春复活。为了取得心脏，他打算对我和彩下手。原来是这样。彩，你能阻止笑，阻止妹妹吗？要我阻止笑？要我阻止想杀掉自己的人，并且留他一命？很抱歉，一直瞒着你。其实，你和笑是亲姐妹。为什么这种时候说这个？祭血族有个习俗，会让亲姐妹学习如何战斗，并彼此厮杀，由幸存的一方继承家业。我和春为了保护你们，故意让你们伪装成没有血缘的姐妹。是这样啊。人无法死而复生，即便复活，也只是吃人的怪物罢了。我不想看到那样的春。突然知道这么多，我一时无法消化，也没办法保证能阻止笑还留他一命。不过我会去找笑。爸爸有自己该做的事吧。抱歉。爸爸，快走。才，无论何时我都会惦记着你们。才，这两把刀给你，你肯定能用得很顺手。爸爸，爸爸的两把刀我会妥善运用的。才，看看商店吧，我进了宝贝的新货哦。谢谢。
好像能从缝隙进去。身影？我是不是会出现什么？就算出现，多半也是失灵。彩的爸爸感觉不太对劲，妹妹的事是真的吗？彩真的觉得自己能阻止妹妹吗？我会阻止的。肯定会白费功夫吧，对方可是要杀你。我希望彩能活下去。斩杀！
能看到像是门的东西，但过不去，找别条路吧。这是行尾蛇的失败品吧？既然没有发动攻击，就别管了吧。也对，找找看有没有其他路。有不想告诉别人的事呢？当然有啊，别说这个了，你不是要去解决妹妹吗？没有要解决她，算了。对了对了，
上了。地下的尸灵比地上还多，说不定全都聚集在地面下。自己也有姐妹，那你有办法杀掉自己的亲姐妹吗？没什么好说的。拒绝回答。我家也很复杂了。交给我吧。好了好了，妹妹可是铁了心要杀了你哦，两个人都活下来，我
我不觉得结果能这么理想。所谓的姐妹啊，从出生开始就会不断被拿来比较，注定要互相竞争了。我只是想提醒你别大意。看来还是得交手。被刚才的地震搞得乱七八糟，爬上去应该就能继续往前。斩杀！
看我干掉你！嘿，退下！交给我吧！只要打倒这家伙，就能打开那扇门了吧？管子吸收弟弟的养分，那小鬼没了管子就会失去养分，只能等死。丽，你跟他有仇吗？哎呀，我超讨厌小鬼的，才利落的收了他一顿吧。没什么了不起的嘛，这样就能见到笑了。妈妈，小笑真可怜，失去母亲，哭了起来呢。双亲不和，最后父亲手刃母亲，真是残酷的命运。不过没事了，跟我走，我不会让小笑孤单一人。
小笑，你觉得父亲为什么会杀掉母亲？我哪知道？因为你父亲啊，有比你母亲和你更重要的人，那就是你父亲更之前深爱的女人所生的女儿，你姐姐。哎呦，姐姐。没错，因为姐姐对她来说更重要，所以不需要你们母女。父亲和姐姐很过分，对吧？不能原谅，对吧？很懊恼，对吧？嗯。你想让母亲回到身边，对吧？嗯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有办法能让你最爱的母亲起死回生。就是啊。你就是才笑，还敢叫我？明明不记得我了。哎，既然是姐姐，那你能听听妹妹的心愿吗？我想复活妈妈，用才你的心脏复活。你想让死去的妈妈复活成为吃人的怪物吗？你觉得她想变成那样吗？被混蛋老爸爱着的你懂什么？为了妈妈，也为了我去死吧。笑，我是来阻止你的。交给我吧。爸爸和妈妈一点都不希望我们彼此厮杀。不准你提妈妈！这场战斗将持续到我们其中一人丧命。假如我会杀了你，仅此而已。相信他还比较实在。
斩断这泣血族姐妹，都注定要彼此厮杀。所以，我们也必须陪着你死我活。这条烂透的命运，就由我来斩断。胡说！祭血族的命运即将沾满鲜血，我也会拂去那道血。我要杀了你！
可恶，在这种地方。笑。妈妈的气息，为什么你身上有妈妈的气息？我们明明不是亲姐妹。白痴，我们是亲姐妹啊。我从妈妈怀孕的时候就一直看着笑。刚出生的笑又小又可爱，那时候我就发誓绝对要保护你。我们家本来非常幸福，结果某天突然得知妈妈其实是继母，整个家一夕之间破碎了。但这也是爸爸妈妈为了保护我们不得已才出此下策。都这时候了是怎样？这时候就算跟我说这些，我不会再让笑孤单一人，我会填补你的寂寞的。妈妈，对不起。干嘛了？很痛哎。嗯，是啊，抱歉。不过刚才那样和妈妈有点像。是这样啊。然后呢？接下来要怎么办？去帮爸爸，他肯定硬撑着独自奋战。笑，我希望你也能帮忙。你说混蛋老爸，不是，爸爸在奋战。他正努力要为妈妈报仇。为妈妈？姐姐，我也想一起战斗。谢谢，那就走吧。几天前，我与笑一同踏上寻找父亲的旅程，如今却还没能找到任何与父亲有关的线索，并且也联络不上丽。到底是怎么了？
这些尸骨，笑，收拾掉这些家伙，还用你说？这些家伙，笑，怕的话你可以躲在后面哦。这种时候应该别跟妹妹抢风头才对吧？既然是姐姐，就让一下妹妹啊。你这妹妹也太抢风头。会从这个洞里冒出什么？说不定是什么东西砸出来的洞哦。谁知道？交给我吧，好赔呀！
回来。姐姐不说那个吗？那个，我是彩，是个剑术不输任何人。交给我吧。有点不寻常的女孩子，对剑术相关的一切，别说了，要说就认真说呢，有够丢人。不对，你怎么知道？难道瞧你看了我的？好了好了，你说诗，念过一遍就记得了。笨蛋！斩杀！这条与墓地相连的路才对，可能已经往更前面的地方走了。少的剑术很独特哎，有流派吗？很怪吗？我自成一派。自成一派，打起来还这么强，好厉害。哦，是啊。两个人都活下来，我不觉得结果能这么理想。联络不上丽。姐姐认识那个叫丽的人吗？对啊，他提供情报，协助我寻找夏和爸爸。是哦，搞不好过没多久就会遇到。但我们就算碰面，也不晓得。因为至今为止都是用手机联络。啊，你相信那种人？没问题吗？毕竟世界动荡，这么做合情合理。现在商店 APP 的功能还能用，那是丽替我安装的。哦，好了，走吧。啊，等一下。
爸。是谁？挡路，快让开！姐姐的职责是保护妹妹，看来她不打算在不交手的状况下退让。好吧，那我就打倒你，追上爸爸。敢来碍事，我不会手下留情。笑，你背后就由我来守住。好厌，姐姐太爱摆架子了，你也会守住姐姐背后的。笑，消失吧！谢谢，拜托你了。消失吧！那里，让开！
你这么强，我们头一次碰面吧，彩。你是，丽，哎，就是他。看这刀法，你是彩本人吧？你为了确认这个，特地跑来袭击我。不交手怎么知道是不是真的彩？不，绝对没有第二个人会打扮成这样。喂。你们要去找父亲吧，我也来帮忙。哦，还不是因为你来碍事，我们才会跟丢。